拿起电剪，将连接线接头插入电剪插槽，左手按下电池电源开关启动电源，右手快速按下扳机两次放开启动电剪，按下电池电源开关关闭电源并拔除连接线，拿起 M3 内六角扳手依逆时针拆下，并取出两颗把手 C 螺丝。右手向把手 C 轻推，并取出把手 C， 拿起随机附润滑油脂，挤出适量油脂在螺杆上，拿起电剪，将连接线接头插入电剪插槽，左手按下电池电源开关启动电源，右手快速按下扳机两次放开启动电剪，按放扳机几次，让螺杆来回动作，让油脂平均润滑，关闭电池电源并拔除连接线，拿起把手 C， 下缘凹槽对准缺口后，轻压装回定位。顺时针锁上两颗 M3 把手 C 螺丝，并锁紧。拿起连接线接头插入电剪插槽，左手按下电池电源开关启动电源，右手快速按下扳机两次放开启动电剪，按住扳机不放约三秒，逼身后放开扳机，关闭电池电源并拔除连接线，完成螺杆保养。